主要是因为要回嚟香港拍，其实因为本来我哋部戏可以早啲完成嘅，但系因为我哋经历咗几多嘢啦，今次因为疫情啦，亦都系关系啦，好多地方本来已经拍紧嘅，但系突然间又要停啦，咁希望顺顺利利我哋可以完成到啦，咁后边我哋仲有两个月嘅戏，差唔多要喺香港拍完成咯，大过咗啦又。哥哥今次冇喊咯，因為次次翻嚟都喊嘅，今次就幾個都俾個 surprise 佢嘅，無端端游游下水喺佢個泳池度出現，咁但係佢就冇喊，咁大個仔啦，咁希望自己都希望可以多啲時間，即係雖然成日都要飛來飛去，但係都希望每年都有起碼有半年可以香港陪住佢哋咯。咁喺半年喺香港工作，半年可能我喺外地工作，或者喺內地工作，咁但係因為工作方面有陣時自己都講唔定，但係希望天可以安排好啲。